朋友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浸信教会的福建主日崇拜，真欢喜咱会同聚会来敬拜主。今仔日的宣道经文是伫诗篇103篇第一甲第二节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阿乐耶和华，凡那伫我内面的，也着阿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阿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咱来同心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，感谢你每一日拢守时间教家的规律甲稳定，来应付生活一切的挑战。世上无一项代志，为何你会听离开阮？你是永远配得阮的称颂甲阿乐。即时，阮要用敬畏的心、谦卑的灵、全心来敬拜你。愿你的圣名伫万百姓的中间被高举。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搭聚集伫上帝的宝座前来敬拜伊，愿深知圣洁的主，你甲阮同在。咱搭聚集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，你甲阮同在。每一日你拢时时教教的规律。平安，你安排阮当爹爹，为爱操。
咱敬拜你全能的上帝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和平的君王，我的心却无你。一位信实的上帝，伊绝对袂离开咱，咱就放心，让伊来牵阮的手。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咱所盼望的已经有成灵，他就经过这个生命无摇动，因为迄个应允，咱的是信实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句的人。
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，等来做些祈祷。听管的主，我来感谢俄罗斯，感谢你兄弟，天天有一个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亲近你，来敬拜，来俄罗斯，来学习你的话语，帮助你家己来锻炼咱以下一段学习的回顾的时间，进行做咱的老师引传锻炼咱。叫咱会来接着你话句，咱的信心不是败被建立，咱对主一日办会更加亲一层。咱安尼款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感谢上帝赐予咱伊家己的话句，在上帝话句内面有真多真多的显咱的一个应允。上帝的这应允是绝对的，上帝这应允是绝对会来可靠的。上帝应允显然是在对咱的将来有一个预判，实实在在上帝话语吼，甲咱讲吼，咱若是相信耶稣的人，但是吼被称作凭着应允生的囡仔，所以因做咧兄弟姊妹。咱看到伫圣经内面有真多真多上帝显然的一个应允，这应允拢着拢总是属于咱的，因为咱是凭着应允所生的一个囡仔。所以因此咧，咱看到，比如讲伫圣经内面有啥物款的一个应允是上帝所显然的，兄弟姊妹，咱也是吼，即种有一个坎坷心啊，咱有啥会担当？啊，上帝会应允安尼款会甲咱讲，伊讲我老耶稣甲人讲，伊讲我老了，行你下一个平安啊，我会将我家己的平安赐予你。我所行你的平安，毋是亲像世界所爱行你的平安，所以你心内无爱来坎坷心，无爱会来惊吓。因为即个这就是上帝应允。诶，即其中，诶，即英文，当咱心内无康、无平安，当咱有拄着坎坷，诶，即代志，上帝甲咱讲，咱会主甲人讲，伊显然有伊诶平安，即平安，毋是世界所显然诶即样平安，是特别诶一平安，所以咱心内毋免会来坎坷，也毋免会来忧担。啊，然后一摆，啊，圣经内面也甲人讲，有一个查某人，吼，伊病了38年诶即时间，伊看了真多诶罗棍，所以因做咧每一个罗棍拢。无变会来帮助伊，伫伊性命内面，亲像吼无有活命安尼款，但是就是吼啊，看罗军吼无有五万，上帝吼就甲因讲，讲是物咧？上帝简单诶疑问就是哪是是物咧？讲咱若是啉了我所输诶一罪，就永远袂会来取担。我所输诶一罪，伫伊内面爱正罪吼满满诶罪，全权伫老到永生，算兄弟姊妹。咱看到有阵时，咱感觉吼，咱逐日诶生活有真侪诶病痛啊，咱活着亲像吼无啥诶意义诶时阵啊，咱诶生命内面真正真正诶孤单，上帝甲咱讲，伊爱将吼诶即生命诶活水会来赐平淡，并且去遮遐伫即边。有阵时，咱拄着啥个问题，啊，咱毋知怎样会解决，咱看袂着前面，咱无看袂着咱个将来，所以做咧，咱无啥个预判。但是上帝个应允，甲人讲，伫希伯来个八页个一所在，上帝亲自甲人讲，伊绝无会来撇落咱，伊绝无会来离开咱。所以无论咱伫怎样啥个环境内面，上帝应允，伊永永远远甲咱伫底，并且咱来知影，今日即个。主要所甲咱讲的一句话，咱大家拢真正会熟悉的，就是伫马太福音第11章第18节到19节甲咱讲。主要所甲咱讲，那所有路苦担担担的人，会来到伊的这所在来。啊，咱若是到主的这面前来，主甲咱讲，伊定着爱叫咱得着安息。啊，伊讲吼，我所行的这别这安息嘞，叫你心内有啥的这个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看到伫圣经内面，上帝显然真多真多的一个疑问，这疑问一切拢是属于咱的，等咱会来去相信上帝，因为咱是凭着疑问所生的这个囡仔。上帝疑问显然带来怎样呢？得到逃避。上帝疑问显然在坎坷的时阵呢，得到安慰。上帝疑问显然是在啊，在这拄着问题的时阵，显然心内。
有一寡会平安，会知影主常常会来甲咱指点，常常主会来甲咱斗下手，并且主所行咱的这平安呢，也伫即个毋是吼世界所行咱的这平安，咱感谢咱有如主。所以因做咧，咱看着圣经内面，会然有真多的这疑问，咱就爱相信，爱抓牢牢上帝的这疑问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，圣经的话语安尼款也来教导咱。所以你就爱会知影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啊，伊是神，伊是信实可靠的一个上帝啊。伊向听伊个啊，遵守伊诫命的人啊，爱守伊约，并且施出爱，直到千千千千代。所以因此向你这边。上帝的话语，少甲人讲，但是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一位的上帝。啊，这是这项的物件是上帝啊，爱咱会来记条条，爱咱放伫咱的这心内，会知影，咱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一位的上帝。啊，伊袂会来背弃咱，伊袂会来叫咱会来失望，伊袂会来怎样咧？伊将讲了伊话，伊袂会来受倒转。兄弟姊妹，伫圣经内面，无论上帝显咱什么款的一个应允，无论上帝甲咱讲了什么款的一话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会来受伊的约，上帝会来怎样咧？会来将伊做成，并且叫万事互相的效力，叫咱会来得到益处。好，上帝爱。守啊啊啊！爱遵守伊所讲，那讲的这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话句啊，安尼款会教导咱，讲上帝唔是人啊，上帝袂来讲骗话，啊，伊也唔是人，袂晓讲了寡话啊，伊会后悔，伊所讲的一定要照做，伊所讲的一定要会来做成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会使亲像亚利米安尼款，会来宣告，讲到什么呢？咱讲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伊慈爱。伊的怜悯永远无有来停止，每一日的查事，上帝的信息，上帝恩典，上帝的怜悯，拢是新的啊！那看到，但是因为咱的上帝是信息是何等的一个大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常常会来强调，咱的上帝是信息的一位的上帝，所以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显然每一个这英文的。是怎样会可靠的？上帝常常对咱，伊是一位信实的上帝，伊是完全咱会使瓦靠的一个人，是无吼？所以无论兄弟姊妹，啊，咱若是瓦靠的人，咱袂会来失败。啊，上帝咱会使对上帝的一话语常常会来合适到，是无？咱会来明白上帝。啊，是就信实的上帝，圣经内面常常会提到些代志，乃是爱咱哦，相信主的人会来将安尼款的道理，会来放放在咱的心的内面，会知影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一位上帝。啊，这上帝信实是咱的信心的一个把握。啊，是咱会来对将来会知影咱瓦苦行啊，咱袂会来去失望。所以上帝话句第一笔来陪咱所讲。爱看的这只经文，或是十章第十、二十三节，伊讲应该爱来坚守，但所宣定的这五万，无爱有犹豫，因为因稳当的上帝是信实的一位的上帝，所以因做咧向你这边，上帝显然真多的这因稳，那就爱抓条条上帝话语，但相信上帝的话语，但看到因为挪亚伊相信上帝的话语，伊在山顶的所在。要了解真正大一个环境，啊，因做咧最后咧，我话上帝拯救伊全家的人，啊，在一个安全的所在得到这拯救。那也看到以色列人，伊那是维持啊，这个亚利哥城七日的时间，并且照着上帝所讲的第七日的这时间，啊，这亚利哥城的墙就倒落来了。当然看到兄弟姊妹和这大平安，伊也凭着上帝对上帝的信心，伊立了上帝的这话句，伊出去甲亚利哥的这哥利亚也来打战，后尾就将这哥利亚这大汉人也来将伊来抓住。咱来看到啊，这个彼得啊，当主啊叫伊啊在水面顶行到伊的所在。啊，彼得就有一信心立了相信上帝话句，伊的。水平顶会来去行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那些爱来的
水面顶会来行诶时阵咧，咱爱就彼得安尼款，咱爱有信心。咱若是兄弟姊妹，亲像以色列人，咱爱将咱亚利古诶一个城啊，咱大诶问题，将伊会来去拍倒诶时阵咧，兄弟姊妹，咱就爱有一个信心，咱就爱来相信上帝话语，来条条上帝话语啊。咱若是会来来条上帝话语诶时阵，兄弟姊妹，伫咱诶性命内面，咱就会来见证。啊，上帝的这圣洁还出现在咱的中间，愿上帝来帮助咱啊！而且啊，咱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上帝，所以因此呢，咱爱绝对会来掠条条上帝应咱的每一个疑问，关注所行人有平安，咱做神会来祈祷。听君的主，君来感谢来侮辱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一位信实的上帝。你是一直为可靠的一个上帝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最后所你拢爱来做成，以主管理来加添咱逐个人的信心。不论咱即阵的环境是怎样，有阮会来掠着上帝的这个话语，每一日啊，咱拢会来见证到上帝新的恩典，看到上帝的作为在咱的身上，上帝爱在咱的性命内面爱最大的工作，主啊！求你怜悯人，使行人有较侪的信心。咱安尼款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上帝，愿上帝继续来引带带领人。上帝使行人有伊的这个平安。再见。上帝有应允咱讲，到恁年老，我犹原是安尼；到恁头毛白，我犹原跪抱恁。我已经做恁，也欲养恁；我欲跪抱恁，也欲求恁。现在
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予伊个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予你。愿耶和华欢喜个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祝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